更嗨的这个派对啊。那再次一下宣导一下，哦，这个陈一武小朋友，五岁的小女生，穿着粉红色外套，妈妈在那个服务台等你。哦，是不对，这个反过来了，是陈一武小朋友，五岁的小女孩，她在服务台等爸爸跟妈妈，爸爸妈妈走丢了，好不好？爸爸妈妈去服务台，好、哦，找那个五岁的小女生，哦，陈一武小朋友，啊，爸爸妈妈她在服务台等您。好的，接下来下一位呢？胡维杰吗？胡维杰，五岁的小男生，白色上衣加蓝色短裤，妈妈在服务台等您，好不好？胡维杰小朋友，五岁小男生，白色上衣，蓝色短裤。好的，这个小朋友呢，稍微比较特殊一点，那希望看到的人可以帮忙引导他到服务台，好吗？